森哥是一名杀手，有一天他睡觉醒来，感觉自己的身体很不舒服，他迷迷糊糊地来到了电视机旁，忽然看见电视机前有一张光盘，把光盘放进播放机，光盘里的内容让他后背发凉。原来是昨天晚上森哥睡着的时候，他的死对头光头哥悄悄地来到了他的身旁，给森哥注射了一种致命的毒药。光头哥在光盘里邪恶地告诉森哥说，他绝对活不过一天。知道真相的森哥瞬间怒火攻心，直接冲出了房间，准备找光头哥拼命。森哥一边开着车，一边拨通了医生的电话。医生告诉他，这种毒药无法解毒，最终会使他心脏衰竭而死，并且告诉他可以短时间延长生命，方法就是不停地刺激自己，只有这样才能促使自己的肾上腺激素分泌，从而减缓心脏衰竭的速度，保证自己能尽可能久地活下去。为了能寻找刺激，让自己延长生命，顺利复仇，森哥想尽了很多办法。他先是吸毒，后来又在大街上飙车，甚至连路边商店里的跳跳糖都不放过。就这样，森哥暂时地保住了自己的性命。之后森哥又通过自己的线人知道了光头哥兄弟辫子哥的踪迹，于是森哥就单枪匹马地杀向了辫子哥。此时正在餐厅里吃饭的辫子哥有了预感，拔出枪小心翼翼地来到了厨房。森哥说到就到，辫子哥刚一回头，还没来得及开枪就被森哥干死了。然后森哥掏出辫子哥的手机，打电话给光头哥说他的好兄弟辫子哥已经被干掉了，接下来要死的就是他了。这时森哥又感到了心脏有些异常了，于是赶紧来到医院。为了继续延长自己的生命，森哥大闹医院，要求医生给他做电击。医生建议让他打兴奋剂，然后森哥就开始自己给自己打兴奋剂，但是不小心打得过量了，于是森哥就开始了开挂的模式，控制不住体内的能量，在路上满街狂奔。恢复平静之后，森哥的女友找到了森哥，森哥开始给女友说明了情况，女友很怀疑地看着森哥，觉得他就是在找借口和自己分手。就在森哥怎么解释女友都不相信的时候，突然之间森哥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又要衰竭了，于是他也顾不上众人的眼光，在光天化日之下和女友当街上演了激情大戏，大叔大婶们纷纷围观。一番操作之后，森哥恢复了元气。这时候电话突然响了，原来是森哥的线人打来的电话，他在电话里说找到了光头哥，于是森哥马上丢下女友去找光头哥。到了之后，森哥才发现这是一个圈套，原来自己的线人被光头哥发现了，他们逼迫线人打电话给森哥，好把他引过来然后干死他。眼看事情不对，愤怒的森哥和光头哥拼了命。正在这时候，森哥的女友刚好也来了，森哥只能一边抵抗一边带着女友逃命，最终彪悍的森哥带着女友逃了出来。逃出来的森哥又找到了医生，医生再次告诉他说肯定是活不成了，最多也就是能活几天。森哥觉得几天的时间报仇也足够了，于是就把女友留在了医院，决定和光头哥决一死战。终于森哥来到了光头哥的面前，幕后的大佬同时也出现了，两人看森哥单打独斗，于是就威胁森哥让他不要故意找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枪被收走的森哥用手指对准了光头哥的小弟，比了个开枪的动作，没想到真的把人给打死了。关键时刻森哥的救兵也赶到了，于是双方团伙开始了火拼，枪林弹雨之中场面血腥至极。打着打着，大佬见势头不对，就想坐直升飞机逃跑，不料光头哥看见大佬要逃跑，一枪毙了大佬，自己跳上了飞机想要逃跑。森哥见光头哥要逃跑，于是跳上了直升机，两人在直升机上进行了殊死的搏斗。最后直升机升上了天，森哥死死地抓住光头哥不放，最后森哥一个不注意就把光头哥给拉下了飞机，两人在天上玩起了自由落体。眼看光头哥活不成了，于是自由落体中的森哥拿起了手机给自己的女友打了个电话，临死之前来了一番真情且悲壮的告白，让人想起了那句话，我心如猛虎，细嗅蔷薇。电影到此结束。